大洋哥对女生化妆品的认识，看完让你笑到喷饭。这个能留给我送小徐吧。那天他要药，你什么他都要，他每次他有的东西我没要。你赶紧家里做什么了？我刚刚做什么了？我记得我上次要样品是吗？我媳妇说以前跟我说过要小棕瓶，我买了个这么大这么高的，跟颜色一样，多少钱？200多。你不漏吗？所以我现在搞错了，我媳妇，怪不得我媳妇一次没用过呢。对啊，你知道这个阿玛尼的镜子高端，你拿着镜一拍，用的是阿玛尼，我沙发料子都能照，我用那个镜子，贵呀、啊。女生们就喜欢这个，女生们肯定喜欢这个。我给我媳妇买了个圆圆的那个镜子，红红的圆圆的，这么大一个，这里面一打开就这么厚，还能里面还能装东西。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里面我装什么？装了什么那个叫装屎啊？他这个他给他媳妇买的口红，什么口红？你看一转，我的妈，出来一盘，就那这么大个盘。那怎么了？粉底啊，抹眼影，一转一打开一根花要，一转就成了一朵花瓣。我那是一年前买的，那一转。那跟一个蛋糕一样，就转就出来了，里面什么眼影都有，你看什么样的都有，你知道吧？我买的还是最多的一款，我当时买的时候，我的老板把这个每个空子都给我填满。这是什么？他的孙子吗？啊？你送他的孙子给我？这又是什么？一次性的吗？哎，我开玩笑啊，远望的看着他，开玩笑，搞笑一下啊。搞笑你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跟他开玩笑是吧？没必要跟他讲。笑不活的家人们，女生应该都知道大洋哥送的是啥。我帮你们当兄弟，你们就是我兄弟，兄弟就是你。那你别信啊，没错，他就是自己想看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我一点都不想，就是你想改。接下来这个品牌吗？我现在上市了。好，接下来品牌我看不停下来啊。当小杨哥直播进来了一位长腿美女，一向喜欢和美女品牌方互动的你好吗？杨哥立马收回了发的视频。接下来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跟鸭子的气味。好了，鸭子，再换一个颜色，行不行？换一个颜色来，我们换一个颜色看一下。嗯，刚看老徐了没看？你穿绿色，不用老娘娘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好，来，老妹，你穿这个黑色，我看一下来。你这后面穿，衣服后面，来，老师回来了，可以吧？好看吧？衣服好看吧？这个在你们旗舰店多少钱？鹅绒的，男款女款都有。小杨哥这价格打得真香啊！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盘了。现在就买去，买去，买去啊！当直播间来了一个大长腿，小杨哥又开始在回家跪榴莲的边缘疯狂试探。没想到小杨嫂突然出现在直播间。这个。然后大杨哥接下来的操作多少有点幸灾乐祸。什么不是代表我的错？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，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对你说。什么不是代表我的错？伤心不是唯一的结果，只想再听你说一次，你依然爱着我。真白呀、啊，衣服真白。你丑别死，这来，兄弟们看，回力的靴子，这是新款吧？对，毛茸茸的这里面。啊，这个。看。啊，你们直播间多少钱？13000。他们店在直播啊。回力官方旗舰店。看一下回力官方旗舰店。没想到小杨哥一声吆喝，对方直播间直接涌入50000人，这下连小杨哥也不淡定了。都回来！本来还在看热闹的网友，却被接下来的操作圈粉了。啊，券后139，卖是159。有的有，你看这个是毛，还有是这个没毛的，看没毛的啊，这个是没毛的，这绒的，这有绒的，看到没？有没绒的？绒的，今天小杨哥绒的，不带绒的，一个价格99.9。咸的，用力咬。咸的，你闻一下是不是这个味儿的？这个放，啊！你妈的，还是还是我是你的。这个身穿 JK 品牌方，小杨哥直呼受不了。受不了了！你是不是你叫的 JK？JK 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JK 就是你腿手拉开。小哥可以跳个舞吗？我现在不想跳，行吗？我现在心在跳舞啊，不是，我这个用心跳。
宝贝 ，JK， 今天是卖 JK 吗？啊，不是。What？ 啊，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 SKG 的颈部按摩仪，便携式的。老妹的东西了，你看你一直跟老妹聊天。那个小草在不在中间？卖货都不卖了，这叫什么？叫 JK 是吧？不，这叫SKG 仪，颈部按摩仪。哦，这个很早就有了。对，我们品牌做了15年。哎，屌，长得太低了，手按有什么区别吗？就是手按的时候，它按到的是咱们的这个表层的这样的一个肌肉，但是我们这个仪器按到的是内部深层，所以它放松下来会更加彻底。No。让他死，让他妈死了！别动，头脑是歪着干啥？不是谁在推我的脖子？我感觉是不是？很爽，哎呀，好像还好爽。我如果今天谈的价格跟他的某宝旗舰的机制是一样的，我都是白混了。小杨哥砍下薇诺那水乳的价格，竟被粉丝质疑跟某平台的价格一样。这时网友纷纷涌入直播间看笑话，可没想到竟被圈粉了。他们某宝有1000多万粉丝，在国货里面市值是这个。牛掰！哎，就看我们大白砍的行不行啊？这个水多少钱？水178。这个呢？188。178。再来一个中药的乳啊，再来一个睡眠面膜，这是面膜啊？对，是涂抹的面膜。再来一个中药什么？水。五个小样的保湿霜，10片，这个贵啊。它是两种面膜，这6片就要80多块钱哦，就这一盒的。这我媳妇看过，她我媳妇用过。对对，我媳妇用过。这个东西就是懂的都懂。是，这么加一起大概快1000块钱。这小样都可以用，感觉不行都可以推，觉得可以就拍，不可以不要拍。268，上车，买去，买去啊！小杨哥测试女士内衣，不小心说漏嘴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因为我上次我媳妇这个就断了。对他媳妇儿。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媳妇儿啊？不你说的吗？那我说就行了。你不你刚讲你媳妇断了吗？那你说他媳妇儿，对吧？不你媳妇儿吗？他媳妇儿这个就带来这个断了。啊！你让我来讲，你说你媳妇断了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我帮你解释一下吧，重复一遍是吧？对他媳妇上次就是这个就断了，为什么断了呢？讲个扯的，兄弟啊，你出去吧啊！就在昨晚，小杨哥延安助农专场中，这样的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当大小杨哥和品牌方还在给兄弟们介绍产品时，汉口米皮，汉口米皮，对，大米做的，大米做的米皮，对，那这酱料怎么做这么好？是什么大米啊？做这么是用的做这么好贵的贵阳老米。来，今天给看小杨哥的啊，普通款。翔哥今天啊，那今天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价格降下来了、啊，对，把价格就扣在把那个扣在价格里面，价格，因为他们都很少接触电商的，对吧？他们很少接触电商的。好，翔哥今天25块9，上车。他知道是这里面的辣椒油香，他这是微辣，我感觉是微辣，但是他这个香味，辣椒那个纯粹的香味，3万人都抢完了。你在哪里吃不到的啊？完了，怎么了？刚上架不到5秒，3万单就抢光了，这一幕惊呆了准备1个月的品牌方，脸上瞬间露出了高兴的笑容，随后并在后面鞠躬感谢，默默离开。